用补护唇膏，因为它等一下嘴巴上都会是我的口红。对。你知道他前一秒还在那边超紧张的，我真的很紧张。我也很紧张，我真的很紧张。这我荧幕初吻。不是我荧幕初吻，真的。好紧张。就是皮肤上的接触，就是皮肤上的接触，没什么大不了。荧幕初吻在还在，应该就没了。我好紧张，他会记得的。第二次起来的吗？第二次起来的重，来来来，先。我以为导演要跟你吃饭。没有，我跟他吃饭干嘛？我不会吃。来。什么？我没有听到，对不起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那个事情，就反应。好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是故意的，对吧？故意的，故意的。想不起哦。对不起，好紧张哦，对不起。我在干什么？你的裁缝是在那睡觉啊？这多点，这恶心吗？不恶心，很开心。开心就好了，开心就多辛苦了，成功哎，哎，在这里。耶，终于拍完了。我骗你的，太开心了，新的礼物。你们不要，你们爽完了，心情就不重要。那春风那个嘴巴，那个嚼得臭吗？春风嘴巴会臭吗？会啊，不会。那我现在嘴唇很软。哦，那米宝嘴唇怎么样？很绵哦，也是很软。那用一种食物来形容看看是什么？棉花糖，棉花糖吗？那春风的嘴唇，我想笑哦。不是 ，QQ 软糖 ，QQ 软糖，没有果糖粉。哦，所以他的嘴巴不甜。我没有吞下去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新的嘴唇也蛮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这靠不能讲，看不下去，先别下去，先不要看。